欢迎来到高能训练营。接下来，请进入秘密情报室。五位少年们，身为艺人，电影是你们从业的必修课，所以这次你们将完成一次电影特训课程。本次电影特训的主题跟特工相关，将会有五位女搭档与你们一起合作，完成这次电影特训计划。少年们将首先进入秘密情报室，迎接自己的任务搭档。这是哇哦，这个和我们是一样的标哎，这是我的，这是肯定是给别人的。哎呦，今天有人啊，女拍档呀，什么玩意儿？各位少年。今天你们将进行一场代号为 Bingo 的电影特训。 Bingo， 你们将迎来五位女嘉宾，与你们组成任务搭档，一同完成电影特训。你们的搭档马上就会出现，并且与你们电话联系。大概有什么想法？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陪着你？你有什么想法？哎呀，她脸红了。咱们呢是一个团队，不论到什么时候都要团结，你们要互相谦让，我全都让给你们，我无所谓。行，好吧。有点紧张啊，怎么？喂，这个，哎，好帅的，虽然蛮酷的，哇，这腿好细，挺长的是吧？Hello。哎，这声音，你好，嗨，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向您依次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先从年龄最小的弟弟开始。好的，你好，你好，我是王俊凯。你好，你好，俊凯。哟，很熟的样子啊。熟啊，都直接叫俊凯。不是啊，我们都知道俊凯了。Hello， 我是大陆。大陆你好，我想跟你们玩一个游戏好吗？就是每个人可不可以讲一个笑话给我听？谁讲个笑话？讲每个人给他讲个笑话。大陆先来吧，来。你知道用木头做的门叫什么吗？木头门。那铁做的门叫什么？铁门。那通往幸福的门叫什么？这个我真不知道哎。叫我们。我是大陆。哇！来上。我段子也不是特别多，我是一张没有染过色的白纸。哇哦！我唱一首歌，表明一下我今天想选的这个搭档是谁，好吗？他来了，准备。请。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坐着睡觉。右手左手慢动作重复。啊，弟弟啊，辛苦。谢谢。现在，请王俊凯出门迎接，并为他戴上蓝色袖章。哎呀，你看他们经常会有什么动作？景甜姐，哎呀，景甜姐，哈喽，小凯，景甜姐，好，你好，哈喽，凯哥，今天照顾我啊，这个冰箱 ，OPPO R9S， 这一刻更清晰。哎，这样，这边，哦，就我们俩，好像。这年轻的组合，哦，太老了，不会。啊，我们就在这站着了。哎，不要开！哎，一二三四五，有十个凳子，我们就随便找一个凳子。你姐姐，真的好。哎呀，你瞧瞧人家多幸福！哎。哟，来了！哎呦。这个不行，这个有点不协调。不行，你要配我了。
让给你，我们就看看他怎么耍，还有多少个门。喂 ，Hello，Hello， Hello, 我要找刘昊然。Sorry， 你猜我是谁？我们两个认识吗？见过人家都忘了，很过分呢、欸。好过分呐、啊！好啦，换一个人讲，不跟你讲了，拜。我要找王大陆。Hello， 你想要跟我一组吗？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生？我觉得喜欢什么？快点，外面风好大，头发好乱。我觉得喜欢什么不重要，缘分比较重要。好吧，那我就选你了。哎，真的假的？请王大陆出门迎接，并为他戴上绿色袖章。老鬼鬼，我们之前一起录过节目。恭喜你，跟我一对。所以呢？我们是绿色，是不是？我们一定给你拜。这一刻跟你清晰，耶。这儿，我看，我估计后边仨也没什么希望了。我给我妈打一个电话，我让我妈来。你妈要不选你，多尴尬。找到通往幸福的门了，哎呀，幸福的门，幸福的门。我长那么用心，没选我的。我最老的过来。哎哎，如果行，这看的也不太协调。这是个什么东西？微笑，你是哪位？我。你是张一山？没有想到我的声音在你的脑海里刻下了这么……你认识杨子吗？我也认识他。然后他说你觉得他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孩子，然后你暗恋他一辈子了，已经。一辈子了，哇哦！还是你妈？不只是你妈吗？哦，那你想选谁？你就别废话了，你就赶紧的吧。哎呦我的妈呀！哦，不是，我选择张一山。怎么说呢？我希望陪你。你别说了，这次是我要先挂电话，再见。什么？别说我喜欢，再见。请张一山出门迎接，并为他戴上红色袖章。当当当，谁？有。这个节目我不录了。哎，过来，你让你邀请我。杨子，怎么又是这个妖孽？怎么又是这个妖孽？再说一句，我告诉你，没有人选你，只有我选你，我救了你，你知道吗？我要干嘛？是不是？看这个。退一百次门，为什么你？我感觉我选了你，没有那么的开心。哎，这节目从这儿就开始了，他这会出来人呢。吓我！不是真的，他会出来人，我们每期都这样的。对，你得拍，对，这样对拍。不是，不骗你，真的。我第一次看到。你这会出来人，如果你逮着你的话，就。来吧，我觉得这期就是我们两个玩的，小董。哎呦，还挺欢快的，这走路感觉好有范儿，个儿挺高的，好像。来了。Hello。我打错电话了吧？我们现在就剩三个人了。对，我们现在一个王大陆，一个董子健，一个刘昊然。刘昊然，对。我选大陆吧。您可以回去了，您可以回去。因为大陆已经被选走了，大陆已经被选走了，就剩俩人了，我们俩很尴尬现在。董子健和刘昊然，你选吧。我选刘昊然吧。来吧，相约酒吧。来吧，相约1998。走吧，你走吧，拜拜，你走吧。请刘昊然出门迎接，并为他戴上黄色袖章。关门。啊，不好意思，又锁上吗？我觉得你不用出来了，你应该。所以有时候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加油！张一山，你敢脱鞋吗？有，我什么？两个小时化妆，两个小时是不是垫了垫子在里面？让我看，你看，不是，我去垫的，我去垫的脚后跟儿。哪有那个？不可能，好惨哦！真的，我要向大家证明他今天没有垫内脏。什么叫今天没有垫内脏啊？有人吗？我们还剩下小董一个人。Hello。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哦短信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一个人，快来吧下一个姐姐。哇，这高个儿，其他人的景别到这儿都是腰，这到这儿膝盖，还穿个高跟是不是？不是鄙视我吗？喂喂，五个人都在的话，你会选谁？这么犀利的问题啊！你就请你诚实回答我一次，我想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那么没有魅力。求求你，你真的，你告诉我一个实话。别让我，我会选你，我会选你，我会选你。请董子健出门迎接，并为他戴上紫色袖章。你好，你好，我是董子健。哎呀，刚没有说出来，你知道我蛮想听。那个，对的。你说呀，我很尴尬的，你知道吗？所有人都不觉得我很尴尬的。哦，真的，我给你贴一个啊，我们紫色的，然后我们要用 OPPO 合张影，3、2、1。请坐。哎，来，坐这边。哎，坐这边好了，王大陆，没事，来，坐这边。哎，我是你的队友。啊，你是谁？啊？什么意思？啊？好。怎么了？大家坐这边。因为我们一会儿要在一起做游戏竞争，所以我们要彼此了解一下对方。一会儿怎么称呼这几位美女？我叫小龙虾。小龙虾。我叫六六吧。那我叫红双喜。我叫太阳饼好了。是因为脸的关系吗？玲玲子。其实我可以叫出水芙蓉的。玲玲子，下一个，你还是叫蛟龙出水吧。各位，现在你们已经结成了初次特工搭档，但这并不是最终分组。少年们将通过各种特工培训计划观察判断与谁合作能够更好地完成任务，每一轮考验过后，排名第一的搭档都有权更换搭档，而最终任务的胜负将决定最强搭档的归属。每轮考验的前三名将分别获得5张、3张、1张 W 芯片，这将在终极任务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请进入第一个房间接受考验。无热血无少年来到冰雪世界，每部电影都需合作完成，而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只有相互信任才会为了彼此拼尽全力。特工任务之冰雪世界，女搭档要始终保持在斜坡上，而少年需要完成各种挑战，集体争先赛和个人抢答赛两种方式交替进行。女搭档留在最后没有从斜坡上滑落的组合获得本轮优胜。
请女搭档们登上斜坡。杨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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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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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晨。我们游戏马上开始了，虽然我们是少年团，但是我们有了自己的女伴以后，我们要为他们而努力。注意安全啊，您可掉下来也不要受伤。好的。请将斜坡升至20度的初始状态。手抓紧了，手撑住，对对，那么高，这是20多，可以吗？我腿长啊，腿长啊！先天性优势，我觉得我们赢了，90度他下不来。杨子，把腿变长。现在正式开始第一题，5名特工闭眼单脚站立，看谁可以坚持最久。加油！3、2、1，开始。闭眼，抬脚闭眼。没有，他向他们先挑战。我不行了，刘昊然淘汰。啊，好痛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咱俩去搞一搞他，咱俩去搞一搞他。王俊凯淘汰。他们太强了。子健获胜，哇，没有难度，厉害！除了奚梦瑶以外，其他4位女搭档斜坡变陡。好陡！接下来个人抢答战，女嘉宾请用抢答器抢答，任务为挑战20秒内将整桶红色布袋扯出来。准备抢答，3、2、1，开始。王俊凯接受挑战，3、2、1，开始。扯离近的时候用倒。挑战成功。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
景甜以外，其他四组斜坡变陡。上。这太陡了，真的。你换个姿势，换个姿势。我动不了。哎哎哎！别别别别呀！别呀！加油加油！他们腿很长，我腿够不到。太快了，但其实还是要。不能过，别过那条黄色线，他那个重心太沉，他会下去。我手已经开始出汗了，我快撑不住了。五位特工，请准备下一题，考演技。演技啊！五名特工，谁先能让眼泪流出眼眶，即为获胜。影帝哦。我很糟糕的，请准备，开始。是两码事，演技是要走心的。我的故事刚刚开始，我的故事刚刚开始，已经结束，已经结束，已经结束。本轮获胜者是王俊凯。你知道我的心伤有多严重了吗？除景甜外，其他四组斜坡变陡。我相信你，撑住！我掉下去！大师啊，张一山、杨紫组合本轮淘汰。我想陪你聊聊天下来。找一个救护车，杨紫的腿没了，找不着了。我快下去了。不行！小心！小心！小心！下来一个，又下来一个。龟龟、王大陆淘汰。我想得第一，但有的时候。本轮看哪位特工能持续吹纸巾始终不落地，开始。啊、王俊凯淘汰。一秒钟。刘昊然淘汰。董子健获胜。除奚梦瑶外，其他两组斜坡变陡。我接你。哇，金晨晨好像。啊，小心小心。金晨，刘昊然淘汰。这太可怕了。这个太可怕了。我发现了，董子健玩所有的游戏，我要让他打洞。对，他就全都行，会地震的，要么就蹲着，要么就躺着，要么就站着。对啊，就你别跑，一动就有问题，千万不能让我动。三十秒内吃火鸡面多者获胜。我的妈呀，好饿啊！小董，你退出吧。有芥末，有芥末，这也太吓人了，受不了就算了。获胜者是王俊凯。还有多少？我听说这个很辣。哇！有芥末。
奚梦瑶斜坡并走。哇！哇！别走了，别走了。我大大有点恐高。我们认输行吗？我们认输，你给他慢慢放下去，可以吗？我不放了，来。哇！哇！啊！真的吗？六，没得伸了，没得伸了。来呀，你们来呀，来呀，来呀，怕你们啊！虽然有个猪队友，但是，对吧？我搭档没问题。董子健、奚梦瑶团队斜坡已经到达90度，但我们的人很厉害，所以我们赢了。判定失败。下来吧。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本轮游戏成绩。跟第一差不多，对，一个性质，一个性质。请 W 特工给前三名送上 W 芯片。本环节获胜的前三组依次进入分配间讨论芯片由谁保管。今天有两次交换搭档的机会。比如说，你把芯片全放在女生这儿了，女生换走了。我们不用分，我全部给你。就我下轮我一定会，也会还是第一，我一定会去拿个第一的。那我全拿着吧。我不全拿着吧。全拿着吧。他们一定觉得你会给我。如果有人拆我们，然后他会就会来抢。那全给我。可全给你。所以我们俩会被分开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我觉得放在你这儿呀。放我这儿。放在你这儿，对。接下来我们进入搭档交换的环节，请问本轮优胜搭档王俊凯和景甜，你们是否选择拆队？三二不拆一不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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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五组搭档，我们准备迎接下一个挑战。各位特工，你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户外神秘任务。首先，你们先要进行的是换装任务，其中围巾、口罩、墨镜和帽子这四种道具，每组只有一人可以选择佩戴。我要出发了，你就好了。还怎样？他说他是最火的，所以他必须要戴一口罩。你们两个有在变吗？啊，在变呀、啊！你这一看就是张一山啊！对啊，一看就是你嘛！哎，我跟你说，你们要逼我，就贴着面膜跟你们玩。可以啊。这个好。哎，我这个短发可以吗？不，你也太大了，没看。天哪，我觉得我是新一代亚洲，可以去选美了。我觉得只有我们这队还有点可能性，是吧？嗯，对。小凯那队的目标太明显。他那个胡子首先太引人注目了，大家就小凯可能一会儿我们刚拐弯，你看小凯已经悠闪进来了。我觉得我这胡子是不是太多了？这个太明显了，我觉得你可以摘了。摘了，最好反正我戴了一个口罩。哎呦，天疼死了！你要纸吗？给你拿点纸。口罩，我试想看看什么感觉。真的认不出来，我觉得这样。应该还行。认不出来了。还有一个群里发自拍，哇，太美了！快将我的照片给他了，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美女。
用手机拍出来相片，就是如此的美丽，就已经自带美颜效果。杨子太美了，肯定是杨子发的。现在是杨子来拿手机呢，是吗？怎么可能是我在拿手机啊？他刚才非偷拍我，然后发到群里，我一看吓死了。杨子这样一张，然后告诉我们是一山在偷拍的。行，我们聊会儿天吧。聊会儿，我以后我要有钱了，我就做一档综艺节目。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周五的紫萱脱口秀，我是主持人杨紫。我是主持人，哎呀，一山炸。从我眼神当中可以看出来，我。到人家剪辑回剪辑房看我们这些东西，说实话，人家一句都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不是，他们剪辑人都有点。体验生活是每个电影演员的必修课，只有忘掉自己，迅速代入，才能塑造完美的角色。隐藏任务规则，五组搭档需在指定场所，通过摄制组隐藏拍摄的方式，隐藏身份，寻找具有指定特征的目标人物，说出指定暗号或完成指定动作即为成功，用时少的队伍获胜。若中途有路人叫出搭档中任意一人的名字，即为挑战失败。王俊凯组合任务，请前往中关村购物中心寻找一名穿黑外套的男性，指定暗号方便搭您的车回去吗？我觉得应该不会被人，我觉得我打扮得挺好的。我觉得好刺激啊，我这黑色外套太多了。你看这全是黑衣服。我不敢开口哎。那个你好，方便搭你的车回去吗？不方便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好尴尬，好疼啊。你好，方便搭你的车回去吗？我没有车。没车啊？嗯，那好，不好意思啊。好，没事，加油。哇，现在他们有多长？那儿有个黑色外套的男的。哪？就是那个海绵旁边，看到没？戴个帽子。哦，都是小孩，就他一个人那么奇怪，也不像爸爸呀。应该是那个，我感觉有点像。我也觉得是他。啊，聪明，太聪明了。张一山组合任务，请前往天虹商场寻找一名穿白球鞋的小伙子，向他询问兜里的巧克力。白色球鞋，这怎么找啊？这怎么找？我很紧张，像做贼一样啊！哎呀，我没紧张，睡，大哥摔什么跟头？白色球鞋。你问问他，那万一不是多尴尬？你问吧，男生你问。我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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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不对，这感觉不对。要不咱找东西吃吧，这个。咱们这样，咱找不着人家，对吧？咱去美食广场看看，我觉得那人可能在美食广场，万一他也喜欢吃饭呢？哪有美食广场 ？B F。那儿也有饭。什么饭啊？有面条，好像。哎，我觉得咱先把任务完成。你饿吗？我不饿呀，我是为了完成任务往这边看一眼。王大陆组合任务，请前往800伴超市寻找一名穿着时尚的50岁阿姨，询问她推车里的好吃的。跟着我们走，一起走。哎，超市入口。阿姨，你动这个篮子可以给我吃吗？你们篮子里面只有儿子是不是？好吧，我们在录个节目。莫名其妙，是什么？我小孩还说只有我儿子可以吃，这个人是疯了吗？我跟你讲，游戏特征，那个 NPC 会有一个摄影师对着他。哎，拿一些东西在手上。我不要拿这个，我要拿可以吃的。给我，送给你，谢谢。
哇哇哇，你们此刻问谁啊？我刚刚觉得他很奇怪了。哇哇，天才哎！还要嫌弃我吗？哎呀，我没有嫌弃你啊，你太快了。那你帮你遮了一个光。我喝杯奶茶都不可以吗？喝呀、啊，哪了？刚才在那边还得回去。那回去啊。哎，那咱的手机里人还在那儿，是不是真的是他呀？白色球鞋。不对，这感觉不是。哎，你好，听说你兜里有一块巧克力，能分我们一块吗？我没巧克力啊。啊？啊？啊啊！哇！啊！我们弄湿了。我是很背的，我是很背的。哎，哎，哎，我们失败了，我们失败了，所以任务结束了。哎，还拿摄像机啊 ？GoPro。肯定是他。我问一下他谁。你好，哎。哎，下去问他吧。他不答应我就觉得正对了。这叫万一。蹦出来怎么进去啊？不会要买票吧？买票那就难整了。来点人情味嘛，我们局找个人，净找一人。出门没拿钱。没带钱。我俩没拿手机，他不知道我们来找他。我们说句话。说句话把他叫出来行吗？成吗？谢谢你啊。谢谢谢谢谢谢。哎，咱聊聊，咱聊聊。哎，咱聊聊，咱聊聊。聊什么、啊？再聊聊，再聊聊，再聊聊。就是你。聊聊。方便搭您车回去吗？20块钱、啊，走吗？走啊，走啊，走啊。你们好像找错人了。没有。我怎么找错人？你拿它干嘛？你拿它干嘛？我自拍、啊。你自拍什么？你自拍？你刚一直往上面拍。是不懂得虚伪，下去。我跟你说，我可是见过的。你真的找错了？不是我。你不从啊，这个。你们真的误会我了，我只是个游客。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高楼少年团的那工作证都出来了。谁放我包里的？这是，不是我。太能演了，真的。真不是你啊？真不是啊！来来来，起来起来！哎，你起来，你起来！刘昊然组合任务，请前往800伴购物商场寻找一名短发女大学生，询问甜品店，并吃一口甜品。我好像看见了。哎，请问你是钟子健吗？吓死我！我这怎么那么快啊，吓死我了。你们要找干嘛的女孩？什么意思？你们女孩提示是什么啊？你要再这样我就张嘴大声喊上董子健，我扭头就跑。刘昊然是这样吗？不喝了，奚梦瑶，拜拜董子健。好，再见刘昊然，拜拜精神。有背包，然后是短发，然后打扮得很像学生。哎，你好，你知道哪里有好吃的甜品店吗？我知道呀，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每人必须吃一大口。这是榴莲呢。榴莲啊，你爱吃榴莲。我不吃榴莲。快，弟弟你最棒了。啊，快点啊，脱衣凉了。啊，好啊，完美。哦耶。真不是你啊？真不是啊。那你在这拍什么呢？你说说，那又不是我一个穿黑衣服，你说是不是？你好，方便搭您车回去吗？啊？没事。嗯？不是他啊，是不是小孩啊？小朋友。嗨。方便搭您车回去吗？可以搭你的车走吗？我没有，我没有车，我有贴贴纸。贴贴纸在那儿啊？我要贴贴纸。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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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健组合任务，请前往八百伴购物商场寻找一名长发女生，询问幸福水并饮用。哎，他们上来了，刘昊然。哎，刘昊然，我们找着了，我们找着了，我们找着了。刘昊然，他们找到，突然好有压力。我觉得我们已经错过了吗？嗯，感觉。你真好看，能否请我喝一瓶幸福水？幸福水。那就请你喝一瓶5100格桑体。哎呀。哎，傻了。I'm so sorry， 觉得今天因为我来，让你这么痛苦。你觉得这能体现出我们的真正实力吗？虽然不能，可是我也很难过。特工，你们终于抵达了终极任务场所。在此之前，我先来公布隐藏任务的结果。第一名王大陆鬼鬼，第二名刘昊然金晨，第三名王俊凯景甜，第四名董子健奚梦瑶，张一山杨子被认出 out。 我们为什么永远是最后？还可以拆散我们。请 W 特工给前三名送上 W 芯片。这是最后一次交换搭档的机会了，交换结果可能直接影响终极任务的成败。请问，王大陆和鬼鬼，你们是否选择拆分自己？请在3秒后集体回答我。三，最棒的搭档。一，你们是否选择拆分自己？拆拆拆！哎，给你。请你们分别选择想要搭档的新对象。我刚刚也想把他换掉，因为我不想跟他了。我再给你一张，然后我要徐梦瑶。都不是董子健，你们俩那个不行。嗨，嗨，哎，我先找你的。这是有问题的吧？我们是要单对吗？单对。现在对，现在对，现在对。哎，可以这么拆啊？我们永远在一起。谁要拆我们都不行了，我跟你说，拆不能拆了，没有人能驾驭得了我们的智商。每部优秀的电影都需要默契的配合，少年们，你们将和搭档迎来最终的默契考验。现在，请你们回头看。现在，先向各位展示组成 Bingo 的几种可能情况。Bingo 任务规则。大楼里有16个房间，只要完成任务，特工搭档就能占领该房间，在房间中点亮属于你们的颜色，其他组合也可以抢夺已经亮灯的房间，条件就是完成任务的成绩好于之前组，不能连续挑战同一个房间，最终率先点亮一条直线上4个房间的队伍
即为获胜。每张芯片代表一次乘坐电梯的机会，用完后只能用楼梯上下。请你们前往14楼，等待最终任务的开始。这一次乘坐电梯不会收取 W 芯片。就是阴谋来了，然后你收到了就。不是你不能出声了，我这样，然后你收到你就。OK， 你用你那眼神，迷离的眼神。哎，对对对对对，你就用那回我，好吧？哎，对对对对。来干啥子？啊，游戏难不难？游戏很简单，谢谢。变态。变态是吧？没事，我是游戏黑洞，相信我，咱是能会啊。我又是个智商低，脑儿小，完了。差不多，差不多。咱俩在里面就别动了。其实横线是最简单的，不用上下。那我们就赶紧横线。可是横线也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站第一个环节，他们可能就站第二个，我们第三个、第四个就可能。哦，所以如果是咱们站第一个，平层可能一来全部被占完了。哦，所以我们就得赶紧竖着或者斜着，是吧？对，咱们站第一个环节是最好的。所有人都会先从这个任务开始做，我觉得我们要不要先走直接下去？我们直接杀到这里。准备，慢一点，慢点，遛弯。二一，好，咱就这里，没人抢啊，这个都。这楼是哪？这里没有人。哎呦，吓我一大跳！还有家，没，这里没有人啊，对不对？来吧。呼啦圈，搭档两人同时转呼啦圈，超过1分钟才算成功。1、2、3。将充气玩偶放气后塞进箱子里才算成功。我已经堵上口了，堵上口。行不行？啊，这还有别的眼儿啊？我这……在充气池中找到两枚有 W 贴纸的金色球，并把散落在外的海洋球放回池中。你找那边，我找里边。找到一颗。哎，这边。哎，好。当时把那块钢筋捡回去了。这个。啊！这个球归了我。这个球归了我，归了我。充气锤子，1分钟内，搭档中一人尽可能多的锤另外一人头部，超过230次才算成功。来，锤吧，你就随性点。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但不要打那个辫子。哎呦，太行！挑战成功250啊！走吧。哎呀，朋友们，你在干嘛？你在干嘛？还没玩完呢。在做第四个。放在哪？四个。你好，那个这轮要干嘛？不是我硌着他，我话总是转不起来。我先给我。怎么卡了？转1分钟。要试吗？这个。你觉得行吗？我真不行，我真转不了1分钟。那走，那走，那走。预备。这游戏就是结束不了了，还没呢。哎呀，你们怎么还在这样子趴着呀？你们在干嘛？没事。
我来了，完了，他们这得玩一宿。人家都走了好几波了。什么？夹子在入口。夹子入口。哦哦哦哟！哦哟！别人可以告诉啊？对，别人不能说。是。啊！一个小时三分钟。吹蜡烛，两人站在黄线外，分别用一口气吹蜡烛，吹灭数量多者取胜。八只，好少、啊。谁这么厉害可以吹二十二只？张一山啊！真的吗？一定是啊！这是谁挑战成功的？一二三四五，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你太强了！我们二十二只。搞定。乒乓球，站在黄线外投掷乒乓球，投中三个不同杯中即为成功。啊，你好可爱。呀，巧啊。不要超黄线啊。不要影响我的。来来来。开始。哎，手得不能超过这个。你们放弃吧。手不能超过桌子。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我们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了，希望了。哎，你成了，加油吧。给你。开始！哇塞！赢了，赢了，赢了！我也没想到好快，多少秒？多少秒？八秒！怎么可能超过我们？有人，我们干那个。坚持不出声，你行吗？你行吗？我够呛。正骨房，搭档两人同时进行正骨按摩，一人喊出声即结束计时，坚持较长时间者获胜。好了，结束了。谁赛点啊？先把紫色的好猛啊，这么多灯都亮了。对啊，紫色的是谁？紫色的是。两人戴上卡通猫咪手套，拆开快递，从中取出 OPPO R9S 手机，完成一张自拍照。我们去搞定，这一辆啊，这一辆我搞定。快去，你们可以把这个再搞一下。哪个？这个是吗？第三。
这个 OK， 我来。幸运硬币，双手不越过黄线，将硬币滚入叉子的缝隙中。啊，耶，哎呦！第三缸被人刷完，你们第第三缸被人刷完。我受不了那个，我要死了，我觉得。哎，手劲太大了，我们29秒，还有比我们更厉害的，谁把我们破了？多长时间？你们这不行，不行。这个人好像真的是能抵着黑料轻功的那个后宫被刑罚的感觉。这天太厉害了。啊，我 OK 了。多少啊？啊，一多少？一两分钟吧。两分钟？才两分钟，我们还能再忍呢。你们。OK。我现在被按的，现在还有点懵。我走了。挑战失败。你们怎么叫我忍住了呢？这在干嘛呀？轻点啊！我给你钱，轻点，我给你钱，姐姐轻点，轻点啊，轻点啊，谢谢，真轻点，谢谢，来了，开始。什么才开始？什么才开始？我们按了已经20秒，他说还没开始，你知道吗？开始，开始，开始，开始。这太可怕了！咱们去把这个，先把这个占了。可以吗？好，挑战成功，用时11分20秒。快结束了。来，3、2、1。14秒。好，随便玩吧。又是这个，赶紧走。对，下去。大家使劲。他们怎么是13分05秒？你搞太久了吧？后面是他自己吸出来的吗？对呀，后面一没有压那个口。对。Hello， 这怎么玩？立定跳远，搭档两人跳远成绩总和大于2米，必须在黄线前起跳。好。
来，跳个六就可以了。我也要跳啊！要跳过两个人加起来跳两米，用力。一二，可以吗？可以，过。看冰岛了吗？王大陆，这个，赶了。夹夹子，一人尽可能多往另一人脖子以上皮肤夹夹子，不限时间，按数量取胜。随便夹，没事。疼吗？不疼，我来。你脸太小了，怎么办？这节目。这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益，你知道吗？我脸小。哇。这谁夹了38个？你最多夹10个。张一山，肯定是张一山夹的杨子。我觉得张一山，杨子夹张一山。对，他皮肤太松弛。嗯。你让我好残忍呀！对不起你，我好想哭。没肉，这真不行。张一山皮肤太松弛了，我去加了38个。哎呀，加两层，还可以吗？皮儿，你不敢吗？我们尽量加，随便加，想加哪加哪。我疯了，真的。再来，你们帮我数一下，看我数对不对，坚持一下啊。好了，我可以摘了啊，我数啊，一、二、三。啊？忘了花钱。哎呀，这边有两个死穴，我往这两个下面走。好。37、38，39、40。四一，我看谁还来挑战这房间，我真是服了。赶快刷这个，赶快刷这个绿的，走走走，赶快去。跳远。什么？在下边离你看，来，三二一。我觉得没踩啊！赶快去换个房间，马上再回来，走。四姐，眼皮点。挑战成功。啊！哦，可怜。啊、要不再踩一个？多少个？48。48个，魔力也比较大。48个，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益，你知道吗？我脸小。我看谁还来挑战这房间，我真服了。哦，对。等会儿你们夹哪儿了？夹脖子吗？可以。不行啊。就是脸。真的没有。你脸真大。这么脸大。你烦死我了。哎呀，我天哪！咱们本来早就可以赢了。不是王大陆脸真大，你怎么一下子夹48个呢？我真想不通，我跟你讲，我好沮丧啊！我真太沮丧了。哇，这什么？没来过呀！60秒内准确找到10个透明胶带的开口。3、2、1，开始。我们先这边的看一下，就打断别人也好。对啊。嗨。按摩，来吧。昆明，
可以说话吗？还是不能说话？可以说话一下。不要惨叫吧。姐姐哪里人啊？不是我。来节目开不开心啊？哎，小姐，你觉得什么样的男人最不好啊？你结婚了没啊？你结婚当时长得帅不帅啊？一百三十秒，来，谢谢。130秒，对，这谁呀？王大陆，王大陆的粉丝吗？哇塞，皮糙肉厚。王大陆真的是皮糙肉厚。你来看一下王大陆，王大陆皮糙肉厚。他真的是脸特别大，能加48个。皮糙肉厚，130秒，对啊，我真服了，真的，我就疯了，真的。这个我们没有玩呢，但是乌龟，没事，那个乌龟吧。我来加油呗。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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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好恶心哦！你真的我当你的吃乌龟。卷卷卷卷卷。8秒，哎呀！王大陆组合即将bingo，王大陆组合即将bingo。多少了？多少了？50个吧。可以参加，加55个，加55个，额头上。吴若信，吴少年。王大陆组合即将bingo。这是王大陆的，王大陆的。你们先按一下摸去吧。天心姐，天心姐，你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个不要！哇，你这劲儿太大了！哦，是吗？还是吗？是吧？试一试。好疼啊！姐姐，你们轻点行吗？您轻点啊！你轻点。开始。再往下，往下，往下，哦，厉害了，我们。就这个，你每次都走错。看我们的啊，一人三个，一人三个啊，就来。哇，但这就运气啊。挑战结束，成功。什么鬼啊，太不容易了，我觉得全是眼泪，真的。小凯太不容易了，真的，他爱的太疼了。走吧，走吧，天心姐，走。真的，我觉得你们不知道他爱的有多疼。哇！哎，按摩被我们破了，按摩被我们破了。多少秒？145秒。145，可以。2分半。哇！你要多少个？我们要不要再试一次呼啦圈？真的，真的。但是你一定要频率特别快，不能慢。
是蓝你们是红队是吗？反正不是绿队，走吧。红队在刷，不是绿队。两脚正在线外，对吧？不能碰到桌子。你跪在这，是不是？对，对喽。你看，按规定来吧，我就按规定来。厉害。他们都摆动了，根本不是我的。挑战失败。可以很哦，棉花糖哎，再来一遍。棉花糖，一分钟内接住并吃完六个以上的棉花糖。好，不能输。在之前的棉花糖挑战中，各组均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可以吃掉一口，别人给他。不行，可以吗？也没，他也没说。没有规定，哎，是吧？真的很难吃下。停，先到。这个。到了。过了。我的嘴巴很大哦。一人站在标志线前。将长杆穿过甜甜圈中心，并传递给同伴食用。你看看，哇，好厉害啊！啊，开心，有开心！这个，哦 yes， 哇，耶！那边破，那敲锤子。就是我们真是不好意思。我们去蓝王大陆，我去这个。我们去这个，对，让他们再给换个地方。哪个？不管他们，我们做我们的。我觉得他们会有别人阻止。3、2、1，开始。我们吃甜甜圈10秒，一差，坏，卡，那个硬币，一秒，啪，真的，1秒，你看我们都签名，我们好多这层，对，我们有两个签名，我觉得你们破不了哎，所以我们就签名了，就扔了一次，命为什么那么好，是不是傻人有傻福？张一山呢？张一山。专辑搞笑，专辑综艺，上午叫和平上午一样。他们赢了，我们是不是有点小心酸？没有什么心酸，因为我留一张卡，失败的时候我们可以坐电梯下去。可以啊，对吧？哇塞！哇，好开心啊！1、2、3，欧普爱卷。
S 这一刻更清晰。在这里恭喜王大陆和奚梦瑶组合在终极任务中获胜，请 W 特工且最强特工组合颁发荣耀奖杯。我是优先女士。哥，谢谢。哎呦哎呦哎呦！啊，就跟你们说哦。啊 ，W， 哎哎哎。腾讯视频观看全部精彩内容，登录微博观看少年团诞生季短视频，和他们一起成长。感谢新浪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腾讯大视网、网易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达可新闻客户端、一点资讯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新闻客户端、界面新闻客户端、封面新闻客户端、UC 头条、橘子娱乐、百度百科、搜狗输入法、WiFi 万能钥匙对本节目大力支持。无论是无少年。何为少年？少年潜龙腾渊，鳞爪飞扬，鹰隼试翼，风尘翕张。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我们是高能少年团。3月起，每周六20:30播出。无热血，不少年。